自助不 DIY 简直是浪费。今天带小姐妹来实现生蚝自由，一定要选这种血拉血开的才行些，手掌那么大，前面看似凸出来的最肥美。今天给你做海鲜大餐，拿一份鹌鹑蛋到用碗里打散，然后把剥好的生蚝倒进去，上路。被蛋跟包裹的生蚝简直不要太鲜。生蚝用小米辣腌泡，再倒进麻辣鲜柳里，裹上厚厚一层蒜蓉，又辣又香，根本停不住。还有烤肉、甜品敞开了吃。今天又是独儿留园的一天。